今日是父亲节，观众朋友是不是准备好要甲老爸斗阵来庆祝一下？吉米朋友也伫浙江准备了精彩的活动，除了身体健康的祝孙以外，也有中医波带来养生茶，也佮有家庭的服务。希望全天下的父亲拢会当度过上享受舒适的一天，也关心家己的健康。为着甲大家做伙庆祝父亲节，吉米朋友特别伫今仔日上午举办精彩活动，准备要伫浙江来好好照顾平常时上辛苦的爸爸，也特别邀请到社区大学带来精彩的肚皮舞的表演。啊，今仔日咱伫这个大厅诶，有这个营养师哈，闯关的这个游戏啦哈，啊，互大家一寡食食方面诶健康的概念，啊，嘛有咱的福建科哈，会当因为。这渐渐你会有啊，身躯顶的艰苦病痛啊、酸痛吼，拢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所以咱有福建师在遮咧，带大家服务，哎，互你知影讲你做啥物运动会当缓解吼你的酸痛。啊嘛，互咱的囝儿是说会当去了解讲，哎，爸爸平常足辛苦的哦，今仔日当伊会去甲爸爸食一下暗顿，啊，暗时的时阵食暗顿了咧，会当陪因即个看一下啊。电视啊，也是讲去公园散步，会当带因抓人，互因感受到讲咱对爸爸的敬爱。今仔日除了有精彩表演以外，更是有提供各种健康咨询的咨询。透过简单的测量以后，医师就会当评估身体状况是如何，和大家早一步来预防各种疾病。毛有着中医保所带来养生茶会当来啉，若是感觉身体忝，会当好好抓人放松一下，爽快来享受抓人师傅好手艺。目的就是希望讲全体行的爸爸拢会当伫父亲节即天度过轻松爽快一天，好好来为家己的身体健康做一个大检验。记者郭佳敏、李博义、殷空区采访报道。